这些直男是怎么失去爱情的？张智霖是一点不把我们当外人。比较日，其实我应该下去。去，但我里面有权利。会打马赛克不？谢楠跟吴京说，别人家放音乐很浪漫，结果吴京唱，我是你爸爸，真伟大，养你这么大，你还不听话，整天到晚去玩耍，只要你这个坏话，不要你这个坏话吗？只要你妈妈。吴京吃饭时把谢楠叫过来，说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来上我，看一下上不上？怪不得张艺兴会单身。你吃过兔头？吃过兔肉。哎，其实你还长得挺像兔子的，他们两个小朋友，我是中年。你这样说，我也是中年。咱们都是中年人，差点就被翟孝文的直男逻辑说服了。跟一起撑着伞在外面，然后他的雨伞可能会向我这边倾斜一点。你能不能买个大点的伞？举一个那种小卖铺那种巨大的伞。娱乐圈直男千千万，月华娱乐占一半。你的前任要是在微信上给你发红包，你怎么办？收我，赶紧收。这个女生今天喷了你不喜欢闻的香水，就你回去换一下，这个太难闻了，我不敢做。兄弟，感到了你的白衬衣，跟我发飙。这个时候，就不是怕对方生气的问题了，就是你要不要考虑马上帮我买到这件衬衫的问题了。王俊凯，你这小嘴是抹了毒吧？我真的觉得你像个留守儿童，在等待着你的父母来解救你。你也挺像风巢老人的。假如跟直男说土味情话，刘神意，巧克力都没你甜。喜欢的女生提出要坐过山车，恐高的你怎么办？不可能，喜欢的女生马上不喜欢。不张嘴的刘神意等于虐文男友。不张嘴的你们就是最好的粉丝。反矫情达人秦昊，专制又冷静。我老公对着狗比对我还有耐心。因为他话没你那么多呀。那他每天都不讲话，你会娶他吗？废话，他讲话我也不能娶他。他讲话我也不能娶他。